师傅，这……您好，是尾号9527的乘客吗？是啊，可是我叫的是专车，你这车上怎么还有人啊？是这样的，她不是乘客，她是我的姐姐。2年前我们全家出去旅游，可是很不幸的发生了一场意外，我的爸爸和姐姐为了保护我挡在了我的身前，但是我的爸爸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我的姐姐也落得了全身瘫痪。为了救我的姐姐，我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家里也没什么人，所以我兼职的时候都带上我姐姐。女士，你介意吗？啊，我不介意，那我坐后边吧。小伙子，你这样开车开了多少年了？已经2年多了。你可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呀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小伙子，你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最珍贵啊？没钱的时候觉得钱重要，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重要，离别的时候又总想着相逢。你现在问我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家人健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小伙子，你说的可真好，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。微信收款2024元。姐姐，一看你就是大老板，这随时随地都能挣到钱啊。什么呀，这2024元是我抽奖抽中的，就是这个拼多多新出来的龙年津贴活动，你要不也去试一试，说不定你运气好呢。反正就点一点就可以，而且它完全没有提现门槛，微信直接到账的。是吗？怎么抽啊？来，你把你的手机给我，你看，点这里再点这里，你看这个转盘是不是已经在转了呀？是在转。哎，它已经在2024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哇，你的运气可真好，真的中了2024元了。这真的中了吗？怎么提现啊？那你赶快试试能不能提现吧。哎，真的提现到账了。你可真是太幸运了，这个新的活动现在有好多人都还不知道呢，而且他中奖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。这个钱呀，你可以拿回去当家用补贴，而且够你半个月的饭钱了，又或者你去买一些家电或者买衣服，再吃一顿大餐也不在话下的。那太好了，我一会儿让我的朋友啊都去试试。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是否也想抽2024元的龙年好运津贴呢？那就点击我评论区的置顶链接，赶快去试试手气吧。不过一个账号只有一次机会，就算抽不中也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，点开链接就会有惊喜。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就很幸运的抽中了？不是白不是，反正也不要钱，有可能你就是今天的幸运之星呢。真是太谢谢您了，姐姐。小伙子，你为什么穿着校服啊？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，这不我刚放学就出来兼职了吗？这也太辛苦了吧。好了，耽误您这么久，咱们准备出发吧。姑娘，目的地到了。小伙子，我这手机没电了，要不你在楼下等等我，我上公司里边给你拿一些现金出来吧。好吧，那我在这等你。小伙子，这是我的车费，给。谢谢谢谢。对了，我这里呢还有一张卡，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够你和你姐姐啊一年的生活费了，给。不，姐姐，这个钱我不能要，刚才你都帮了我那么大的忙了，我不能要你这个卡。你呀，就拿着吧，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，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可以来我的公司上班，这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了。如我多多多多希望去吻的谁，永不会老去，只得你。